有那么厉害吗？啊啊！太棒了！很饱满，很甜哎、欸。哎、欸，那在地朋友有看到吗？真的看起来很不同，但吃起来，哎、欸、靠，真的很好吃哎、欸。嗨，回到台南吃货日常，我是吃威，我是哥哥。今天啊，来到一间位于东区的一个市场，我忘记这个叫崇德市场，崇德市场还是崇德黄昏市场，反正这一间位于市场里面，这个水煮玉米啊，就是我在地的朋友说，这间啊看起来就普通哎。那如果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吃水煮玉米？他说，哦，那不要，不要，不要。那你闻起来，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像烤玉米那种扑鼻而来的香味。听到方便字，放纵。没有没有，那个我不知道。他知道，他知道。我问我的对了。玉米的那种尺寸有点像是肚，那就是，反正他就是说这间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呢吃起来非常的 OK。好，那我们就去试看这间水煮玉米到底有没有他所说的那么不普通。Let's go。Blood 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s. Got will, got fight, got pride, got reason. If they wanna go eat, then you know I'm gonna feed them. If you're coming for me, hope you're ready for a demon. I got eyes in the back of my head, I'm seeing. Take me for granted, and you know I'm leaving. I'ma take what's mine with the webs I'm weaving. I could take this crowd from seeing to believe.好、哦、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间之后，我们把上一集的那个韭菜盒子送给我们东区的在地朋友，然后我们在地朋友就跟我说这间一定要来吃，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不好吃，看有没有这么厉害。市场里面的玉米，他说看起来、听起来、闻起来，都会觉得我靠，非常普通。观众给过，好，那我先加分。来，好，别再找了，还给我三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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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那么厉害吗？啊很饱满，很甜哎、欸！那在地朋友有看到吗？真的看起来很不同，但吃起来，哎、欸、靠，真的很好吃哎、欸！对啊，它每一颗都很饱满，就每一颗你咬下去都不就，对 ，Q 的，然后你还知道甜味。它是有一点油，等一下吃一下，我会啊啊，有塞到的，我刚听到你那个声音是什么了？我没报警，我反应过来了。你看我们多清楚呀！请你吃，你帮我上网就好了。谢谢，你好，要转角薏米，好吃再来吃，再见，真的好吃，你吃看看，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这是朋友介绍的，真的，他朋友说你们薏米看起来很普通，真的，那吃起来非常好吃，真的好。我们言归正传，说真的，不是因为他送我们东西，就是他还没来之前，我们就开始称赞了。对，我觉得在地的那个形容词非常的精确。如果不是在地的，偶尔会买的话，你一般人不会买吗？会直接路过。会路过。对。你会觉得啊，就玉米啊。对。可是真的很好吃哎，它那个甜甜到是说，我现在咬完没有再咬，没有嘴巴还有那个淀粉的甜味。嗯。你要吃一下，真的啊。你等下糖了。你吃我的。好了，太多，真的好标，好，好，是的，我们做一个总结啦。反正这间就是我觉得真的可以来买，好认得，现在对面就有停车场。好，那最后如果喜欢影片，记得再订阅加分享，不要忘记小铃铛。那我每周二都是晚上8点准时上片。那还有什么推荐的市场美食吗？或是玉米？再提一下留言告诉我们一下。好，现在记得拜拜。